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ity Story 的版主，然后我现在在那个二水的，就是怎么讲，坑内坑步道，然后可以看到这边的那个黄色风铃木已经开花咯，是不是非常的美呢？真的超漂亮的。然后整个开花，而且我觉得它这边的好处是它种的非常集中，而且这是一个森林步道，其实车辆没有很多，然后所以可以，而且可以眺望一下，就是应该是二水市区的景色。虽然今天天空的天气不是很好，不过很值得推荐给大家这个地方。还有空要来这个秘密小径走一走哦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要订阅我的 City Story 频道。别忘了按赞分享哦，我们下一次如果有新的秘境再跟大家推荐跟给大家哦，拜拜。